谢谢王文馨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文馨老师好，你太可爱了，谢谢老师，真的好可爱哦。哦，原来你七岁就过来了哈。对。OK， 好，所以你的愿望是要做一个艺人，做一个歌手。我想要自己写歌，然后自己唱，创作歌手。对。哇，太好了！今天唱歌的声音非常甜。然后呢，很顺畅，然后你很入歌，足入歌，所以非常有画面。那个画面足水的，会让人感觉到会想到阿妈。哦，我真正是你的宝贝。然后那个感觉，你的声音就是能够入那个歌曲里面，你是真正有入歌。有真侪人唱歌只是表面的感情甲技巧，但是你是真的入歌，让我很感动。哦，谢谢，你唱的让人感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文馨老师好。哇，真的很喜欢你唱歌的样子哈。虽然是很简单的唱，但是你的真情流露，我觉得那种对阿嬷讲话的那个口气，完整的就表达在歌曲里面，就很清楚的可以听得到你对阿嬷的这个真情。那也觉得这样子的唱法是很感动，所以我觉得你绝对有具备这个创作歌手的能力。那你现在在学校念的也是跟音乐有关的吗？对，我现在也有在学，刚学编曲。学编曲，哇，好，非常鼓励你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。 好，谢谢老师。